我们要穿什么呢？信德的藤牌，就是这个啦，藤牌啊。如果你去打仗，哇，你很会打，冲啊，冲啊，冲啊！可是你没有盾牌，你没有那个盾牌，人家那个箭射下来，你就两下子就倒掉了。而且圣经讲啊，你要盾牌，不只要盾牌，你是要有信德的盾牌。信德的盾牌呢，也简单的摆货来讲呢，就是要有信心的盾牌。有时候你在打战的时候，你在为神工作的时候呢，魔鬼很讨厌你努力为神工作的，他讨厌你火热起来的，讨厌你为教会努力，常常去教会，常常去传福音，常常去读经，常常祷告，他很讨厌这样的基督徒的，所以他就常常攻击他们。所以你常常被攻击，你感谢神，因为你是一个有信心的人。如果魔鬼想要打你都懒惰打你，你真的是要检讨了，这个人啊，哎呀，下次别打他了，你要检讨了。所以魔鬼常常攻击你，说要感谢神，因为他看中你。跟你旁边讲，魔鬼看中你啊，就说你在上帝的国度里面啊，你在上帝的国度里面，你是很有势力的人来的啊，哈利路亚。如果魔鬼看到，哎呀，这样我电他也死了，不要去做他啦，让他慢慢死就好了，你就糟糕了。所以你一定要有信德的藤牌。最后